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会一同的来祷告，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约珥书二章十三节。旧约圣经约珥书二章十三节，那翻到后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来念这段经文。约珥书就在约西亚书的后面一本书。好，那我们一同开声来念约珥书二章十三节，来一二念。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读到这里，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是要人有真实的悔改。那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撕裂衣服是有这个表达痛苦跟忏悔的意义在其中。那上帝呢，他就借着圣经来告诉他的百姓，你不单只是有一个外表的这个改变，外表的悔改，你要有内心当中真实的悔改。那悔改的基础是因为上帝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是慈爱的主，那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坦诚地向他悔改，主他必会按着他的应许饶恕我们。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我们求告上帝的名，我们心里面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甚至在我们生活行为当中有许多的罪恶过犯，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真实悔改的心，我们愿意舍弃我们所行在黑暗的道路，走向这个光明的道路当中。我们一同开声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的一切罪恶过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这一些不义的事情，主啊，可是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向你坦诚认罪，我们愿意向你悔改，不是因为别的事情，乃是因为主你是大有怜悯恩慈的主。主啊，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若不回归向你，我们还能归向谁呢？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是你 蒙你的宝血所洁净所拯救的，我们就是你的百姓。于是我们宁愿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坦诚，我们向你悔改，我们也不愿走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愿求主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心中的一切的邪恶，叫我们的思想行为都能够完全归向主的名，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保守我们众位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要为这四分姐妹来祷告。那四分姐妹在星期一会有这一个癌症的化疗，那接下来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一个疗程。那我们求主怜悯四分姐妹跟她的家庭，赐给他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来继续为主来做见证，让他们在这一段艰难的时期当中继续能够感受，继续能够保有上帝恩典的同在，继续的与主同行。我们一同开声来为四分姐妹以及德荣他们一家来祷告。
主上帝啊，我们将我们主内所亲爱的四分姐妹以及德荣弟兄，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晓得这一切的苦难病痛临到他们身上，是有主你的美意在当中。主啊，即便是他们也愿意在这个主你的面前继续的依靠你、仰望你，他们是何等的有福，在你面前领受主你的救恩，又成为你的百姓。所以我们求主你继续将恩典赐给他们。虽然在这个困难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继续以信心来仰望你，领受主你所赐诸般的恩典，能够得胜他们所面对一切的困境。主啊，我们向你祈求，向主你仰望，保守他们，使到四分姐妹倘若可以，我们求主你医治他的疾病，并且能够保守他们，能够在困难当中为主你接做真实和无畏的见证。求主你保守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接着我们为这十兆远的事工来祷告。我们在明天的这个明天星期一8点晚上，在十兆远有一个十兆远的事工祷告会，带领者是王牧师。我们就为着这一个祷告会，我们向上帝祈求，我们盼望在当中有一些的十兆远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被兴起，他们来到这个祷告会当中，为着神的国、神的义来祈求，盼望福音在十兆远这个地方能够广传。我们一起开声来为着明天十兆远的事工祷告会，我们向上帝来祷告。主上帝啊，我们为这十兆远在明天晚上的事工祷告会，我们向主你交托。我们知道在十兆远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们生命都在这个黑暗当中。主啊，你去呼召我们在当地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来建立教会。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为着这个事工来祷告。我们也祈求主你感动当地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 来到我们当中，为着神的国、神的义来向主你祈求仰望。主啊，因为我们晓得一个事工的开始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经验和能力成就这一切的事情，乃是主你自己。主啊，所以我们向你祈求恩典，求你保守我们，赐恩典给我们，向主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为这今天早上我们普世教会，我们奉主的名来到他的面前来聚集，来向他敬拜这件事情来祷告。那愿我们各个教会，我们的崇拜会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愿求主就帮助我们每一个的教会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来敬拜，也特别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以心灵和诚实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主上帝啊，我们为着今天早上我们所有奉主的名所聚集的教会，我们都向主你祈求，向主你仰望，求主你恩典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圣徒。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凭着自己，不是凭着私欲，乃是因为主你的恩典的呼召，让我们坦然来到你的主你的面前，因着主你福音的更新，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成为主你的百姓，以此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圣徒是按照主的心意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也求主保守所有这一个教会的这个讲台能够传讲圣道，让你的会众每一位的圣徒都能够得着造就。主啊，特别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能够把最好的我们向你献上。主啊，求你如此的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晓得我们本是一群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若不是主你的恩典，我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主你的百姓，根本不可能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这一些感恩之情。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我们作为你的百姓，作为你的门徒，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来向你献上。求主向我们施恩，让我们在待会的这一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唱诗歌，无论是祷告，无论是听到，主啊，我们都心存诚实来到你面前，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欲，乃是凭着主你是那一位有赦罪恩典的主，乃是凭着主你宝血的洁净，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把这一个的敬拜来向你献上。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好好静默，让我们好好的来向主你祈求，寻求主你的面，以致我们在这一个的崇拜会当中，我们实实在在的是以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献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出席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那我们现在一同的来站立，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万神之中谁能比你呢？因为唯有你是真实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乃是蒙主你的呼召，我们来献上敬拜，这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你创造这世界万有，主啊，你又按照主你的旨意 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拯救我们这一群人，能够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捆绑，来成为主你的百姓，成为主你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出于主你的恩典。你被钉在十字架，被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天，但你并没有撇下我们，你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这一个依靠。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活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我们能够来献上敬拜。主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主你的恩典。主啊，愿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是以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献上敬拜，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圣徒，我们是以信心来敬拜你。愿我们能够以最好的来向你献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无论是读经祷告，无论是听到，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成为真理的学生，聆听主你的话，好好的学习主你的真道，并且将我们的心来向你摆上。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聆听宣召。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热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宣召诗歌荣耀颂，就在诗歌本的封面页。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这一切的赞美。我们现在一同来翻开诗歌本41首的诗歌，我们来唱《快来拥主为王》。41首，《快来拥主为王》。千秋万岁无疆，来
上为救我免沉沦，今来向他歌颂，赞美我主恩，因他为罪替我受死，为我带来永生，来永代主为王，人天共戴之王，万灵称他奇妙爱民，万事尊他至上，世界万国之君，背负金剑之尊，骑在华冠金斧桌前，称颂我主奇恩。会众请坐。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是万王之王，可是他却愿意来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承担一切的这一个刑罚，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百姓。那这一切的恩典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怎么样的好处，不是因为来自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好行为，我们一切的好行为在主面前都是有如这个肮脏污秽的这个衣服一样。那唯有主自己才是无罪的，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致我们能够被带领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百姓，我们要向主献上感恩。那接下来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来读四世纪第十章，四世纪第十章。我们在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上帝的这一个保守跟拯救之后，依然不断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继续的沉沦，继续的抵挡上帝。那上帝也继续的来呼召他们，继续的来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脱离他们这一个被罪恶捆绑拜偶像的这一个的罪。那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如此，那我们的灵命常常就是如此的软弱。那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一个自以为意的这个心态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乃是在主面前，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感到战惊，我们一面的求主来保守我们。那我们现在就来读四世纪第十章，这一个的麦克风有一点回音。好，我们一面读这一个四世纪第十章，我们一面好好的来思想，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会众来回应双数节。四世纪第十章，亚比米勒以后，由以撒家人多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第二节，请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雅尔死了，就葬在家门。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
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觉窘迫。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好，我们读经到这里。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像心怀恶意的门徒那样，那一方面呢，他们称为上帝的百姓，那一方面呢，他们就敬拜别神，贪爱世界。那既上帝兴起了基甸、陀拉、雅尔拯救以色列人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再度的背越亚兰、摩押、亚门人，这一个非利士人，这一些的国民呢，都曾经欺压过以色列人。然而呢，以色列人拜的就是这一些国家的神明。那敬拜这些别国的神，是否表示这一些国家的国民就会善待以色列呢？其实是没有的。那这一次呢，就轮到亚门人去奴役他们。那上帝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仿佛是说：我以恩慈待你们，既然你们这么喜欢他们的神，我就按照你们的心意成全你，把你交给他们吧。那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感到非常的这一个的窘迫，他们就向上帝来呼求。那上帝并没有直接以拯救来回应他们，而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你们错在哪里？上帝说：我曾救你们脱离这些外邦人的手，你们却选择这些外邦人的神。如果这些神真的有能力、有恩慈，那么你们就去求那一些神来救你们吧。那上帝呢，他就抛出这一个问题，叫以色列人认清楚谁才是真神，谁有能力拯救他们，又以恩慈来对待他们。那上帝责备以色列人以后呢，以色列人就明白过来，心态就改变过来，他们就除掉在他们中间的外邦神，那来侍奉上帝。那上帝呢，也再次的拯救以色列人。那各位弟兄姐妹，偶像崇拜其实并不能带来拯救，唯有上帝能够拯救。假神是没有能力的，假神没有能力拯救人，他们只会奴役人。假神是没有恩慈，假神他不会善待人，他们的甜言蜜语都是假的，最后就只会带来这个奴役，最后就只能带来这一个迫害。那所以投靠假神，寻求假神的拯救，都是枉然的，都是毫无意义。那我们呢，是应当投靠真神，因为只有他是大有怜悯和恩慈的神。不仅如此，他也是大有能力，能将人从这个偶像崇拜的奴役当中被拯救出来。盼望我们就是以顺服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接下来唱一首的诗歌，就是205首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却拒耶稣赎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圣后世，从圣灵重生主血洗净，这是我信息，或将或成，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常叹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信息，或将或成，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常叹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精心等候，不住地祈祷，祷主在临，这是我信息，或将或成，赞美我救主心里欢唱，常叹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我们感谢主，他永远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那我们不投靠他，我们还能投靠谁呢？愿我们这一生就是遵行主的旨意，听他的话，遵行他的吩咐，我们这一生就安然在他的手中。我们现在一同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来念第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念第十五到二十七节。同样，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大祭司就以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我们读到这里，那耶稣他上十字架的前夕，就是这里所记载的这一些的经文，我们看见他是被大祭司有进行一个不公义的审判和侮辱。他在面对审问的时候，主耶稣是蛮有胆量的来回答他们，因为耶稣他所行的是光明磊落，那这一些大祭司跟他们的跟从者根本无法定耶稣的罪，那差役呢却动手打耶稣，这其实就更加说明他们是无理的。那彼得当时候他曾经承诺过不会背叛耶稣，不会背弃耶稣，但是当他看见这位被寄予他希望的弥赛亚被辱骂被痛打的时候，他或是感到困惑和恐惧，他也就跌倒三次不认主了。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曾经在那里写到耶稣基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那我们的主就是这样走在一条的苦路当中，他被犹大所出卖，被大祭司所羞辱，又被门徒所背弃。那为什么呢？在以赛亚书那里说到，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受苦是为了承担他百姓的罪过。谁是他的百姓呢？就是你，就是我。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尝尽了如此的苦悲，就是为那些凡是信靠跟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盼望我们把这一个得救的信心就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安稳在他的手中。我们现在一同翻开诗歌本第216首的诗歌，我们来唱坚固磐石。我们同时我们也预备心来聆听圣道，216首的诗歌坚固磐石。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世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生命。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是黑云遮没我面，耶稣恩典永无改变。大风巨浪我已不怕，鹰王如猫海底咆哮。立在基督磐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主流宝血立此新约，应许救我扶助软弱。良朋密友虽都远离，我靠救主安慰到底。
是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末日听见号筒声音，与主相遇永远相亲，穿上救主白衣袍，洁白无瑕，同受荣耀。我们站起来，我们对主说：主啊，愿你洁净我，愿你赦免我，愿你与我同在，愿你真理的圣灵感动我，引导我，愿主你的爱充满我，我将生命的敬拜献上，是我在你面前献上口唇的祭，愿你悦纳。我们一起开声向上帝，向我们的主献上祷告，献上敬拜。每一个圣徒在主面前，我们诚实向主献上敬拜，一起开声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主日，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个地方聚集，我们期盼我们所献上的实在是圣灵施恩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就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为这是天父你所喜悦的敬拜，你要我们这样敬拜你，这是你赐给我们救赎恩典，就是要我们好好的敬拜你，认识你。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这些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你竟然这样爱我们，这是我们从来不曾想过的。主啊，因为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全然败坏，但是却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如此施恩，使我们全然醒悟。我们今天对主说，主啊，我们已经知道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其长阔高深，我们愿主今天早上你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你是今天早上的敬拜分别为圣，求主基督耶稣你的宝血洗净遮盖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不义，继续赐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无为的信心，真实的爱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触动我们的心灵，在你面前献上生命的祭，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许牧师带领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面前为着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我们献上感恩，因为这乃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的爱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愿求主你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我们来面前，我们专心的要来敬拜你，我们专心的要聆听主你的话语，愿求主你真的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再次的透过今天这篇的讲道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次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以及主啊，我们以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恩的心，把一切的称颂、赞美、荣耀全归给主你自己，也求主你自己把在基督里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我们如此仰望，且有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祈求的。阿门。我们在唱《坚固磐石》，好好的唱。我们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唱诗来敬拜主，求主怜悯我们。坚固磐石，它实在是我们生命坚固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216首《坚固磐石》。说话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
稣生命，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有时黑云遮目我面，耶稣恩典永不改变，大风巨浪我已不怕，一万如马海底跑浪。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主流宝血历次新月，应许救我扶助懦弱，两盆蜜油水都远离，我靠救主安慰到底。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我若听见暴徒声音，与主相遇永远相亲，穿上救主雪白衣袍，洁白无瑕同受荣耀。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亲爱的主，你是坚固的磐石，我们的信仰全然是建立在这坚固的磐石上。我们没有一秒钟不需要你赐给我们真理，因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真理而活，不是纯粹因着食物而活。所以主啊，我们知道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愿上帝今天早上你继续用真理来喂养我们，愿上帝今天早上你今天用真理来更新我们，愿今天早上你在我们当中，你用你的圣道来牧养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圣道，我们需要你的真理。求主你使我们有一颗谦卑柔和受教的心，我们的确求上帝圣灵施恩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常常可以成为真理的学生，一生学习真理，并且常在你的恩典你的真理当中成长。求上帝今天早上赐福施恩在当中，你自己按主权施恩怜悯，使人可以听见真理。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宣读这段的经文来敬拜上帝。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读圣经是敬拜上帝，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应当存着敬畏的心，虔诚敬畏的心来去宣读圣经，来敬拜我们的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到第十八节，预备，一二念。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请听新译本。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就大大的放胆行事，不像摩西那样把帕子蒙在脸上，使以色列人看不见那短暂的荣光的结局。但是他们的心思迟钝，因为直到今日他们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仍然存在，没有揭开，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把这帕子废掉。可是直到今日，他们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这帕子还盖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什么时候归向主，这帕子就什么时候除掉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反映主的荣光。这个反映主的荣光，或者可以把它翻译成对着镜子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大有荣光。这是主所做成的，他就是那灵。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犹太人直到今天，帕子仍然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帕子就是成为他们的蒙蔽，使他们没有认出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来到中古世纪法国的一个犹太蜡笔，他的名字叫做拉西 Rashi， 他认为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受苦的仆人，其实就是指整个犹太民族，其实就是指整个以色列。来到中古世纪 Rashi 他这个解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翻转。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许多这些正统的犹太人，虽然不是全部，许多正统的犹太人，当他们每一次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们看到里面这一位描写，圣经描写受苦的仆人，他们会认为就是 Rashi 的那个解释，就是指向犹太民族。 Rashi 另外一个突破就是他认为犹太民族他们之所以这样受苦，实际上是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为外邦人来赎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他们会把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受苦这样的一种的历史，这样的一种的事实，把它描述成有代赎的这个功用，有代赎的价值。这是犹太教的这个解释。所以 Rashi 当时他看到犹太民族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过程当中，面对
当时是称他是基督徒，你知道 Christians 没有所谓天主教，整个欧洲当时在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就是称他们是 Christians， 受基督徒这个迫害，他们认为这是替外邦人有这个赎价，外邦人这个赎罪这样的一个价值。因此在美国归正学院上课期间，我们的考古学的老师，教导我们考古学的老师，他特别就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很记得，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650万人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大屠杀，他们的理解就是这650万人的寻道者其实就是替世界各国来去赎罪，所以他们是这样来理解这个以赛亚书53章。犹太人这种错误解读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我们知道他们是这个帕子今天在他们还是在他们的这个心上，他们是受捆绑，他们没有自由，除非是上帝施恩在他们身上，以致他们真正醒悟整个摩西律法，他们认为是他们这个荣耀的焦点，摩西的律法，他们从摩西的律法，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话，犹太民族才有盼望。否则他们只把焦点放在摩西律法，认为就是整个上帝启示的高峰。摩西律法我是指不单是全面的五卷书，也包括整部旧约圣经。基督徒称旧约圣经，犹太人不是这样称，犹太人就是塔纳，就是这个希伯来圣经，总结一句话，摩西五经，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除非是上帝开恩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真的是清楚醒悟整部这个摩西五经或者旧约圣经，它是指向基督，它是那位真正的弥赛亚，那位的救主，否则犹太人是没有盼望的，他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保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特别来到第17节，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除非主的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包括犹太人，否则犹太人生命当中继续受这方面的捆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醒悟，我们要求上帝怜悯我们，如果不是主的圣灵，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受许多事情的捆绑。在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生命当中也许受物质捆绑，也许我们可以受安逸生活的捆绑，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安逸，我们的神明就是安逸，我们的神明就是舒服，我们的神明就是追求物质享受，我们的神明可以是这个金钱，我的神明可以是安稳的家庭的生活，我的神明可以在上帝之外，但是就不是上帝。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有些人一生人他就是常常妒忌人，他就是被妒忌所捆绑，他没有自由。有些人活到现在，他一生就是被败坏的情欲所捆绑，他没有办法从败坏的情欲那边受释放，他就是成为一个在这样败坏情欲捆绑当中的人，不得释放，很痛苦啊！他以为是一种享受，但是这是一种很大的痛苦。上个礼拜天有一个弟兄，他寄给我一个信息，这个弟兄曾经在我们这里聚会，他本来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从中国大陆过来这里，他读书一段的时间，在这里他在信息当中他说他听到福音，他领受福音，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上个礼拜天是他受洗的日子，他欢喜快乐啊！他寄给我一个信息，感谢上帝，在这个教会他听见福音，认罪悔改，归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也欢喜快乐，看见圣灵在这个弟兄身上很清楚的工作。
他把他得救的见证寄给我看。在这个得救见证里面，他提到他生活怎么败坏，他提到他是怎么样受这些败坏的情欲的捆绑。你要知道，一个人他可以把他生命当中这种的败坏赤露坦开的来给我们分享，除非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真正的安全感。今天你承认不承认，你不敢在人面前来去赤露敞开你生命当中的败坏，除非你生命当中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找到真正的安全感。所以你可以注意到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在讲他们的见证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很坦然来面对他们的过去，他们可以很坦然来面对败坏的自己，因为他知道他面对这个败坏的自己他是无能为力，他面对这个黑暗面的时候他是这么的无助，一直他找到耶稣基督，其实也不是他找到，其实是耶稣基督得着他，其实是耶稣基督施恩帮助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工作，使他恍然大悟，他知道除非耶稣基督你救我，除非耶稣基督你赦免我的罪，我是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他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他败坏他的过去他的黑暗面，这是完全真实的经历，这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见证。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弟兄，我为着他感谢上帝，上个礼拜虽然身体依然很疲乏，但是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看到他 WhatsApp 的这个信息，我感谢上帝。他的这个得救见证好长啊，但是我一面看一面受感动，一面看一面替他感谢上帝，这完全是上帝，完全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成就伟大的作为，感谢主。所以除非圣灵工作，否则我们生命不可能改变。今天你要注意后面十八节，我们等一下继续讲，除非圣灵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善功，我再说，否则基督徒生命当中不大有什么更新。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信耶稣第一年这样，第二年这样，看上去有改变，但是随着这个年日的时候，你知识可以有改变，因为你知识多了，因为你圣经知识多了，你神学知识多了，你就开始骄傲，你就开始自义，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更新。等一下我们可以更具体讲这一段，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什么叫做主就是那灵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主就是那灵，首先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圣子跟圣灵是同一个位格，这是错误的理解。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里提到，就是耶稣就吩咐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做什么呢？施洗。你现在看英文的版本，因为耶稣就是说你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时候，你注意英文那边他是提到的什么呢？ The Father, The Son, The Holy Spirit。 什么意思呢？你去查考希腊文的时候，你知道都是他用英文的这个 the 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英文来讲，它就是一个 definite article。 这个中文就是它是定冠词，定冠词它的 the father 就是一个位格， 这是一个，后面还有第二个定冠词 the son 圣子，另外一个位格 the holy spirit，他有第三个定冠词，所以三个定冠词不是一个定冠词，它不是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不是，它是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三个定冠词，三个位格的上帝，三个位格是一体的上帝，因为他们三个位格之间有一个神学用词，就是他们彼此的这个掺合在一起 ，perichoresis， 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他们却是完全融合、完全掺入，是一体的上帝，因为上帝是灵，没有身体。上帝是灵，上帝看不见，上帝是本来真实的存在的本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是一体的上帝，这是基督教信仰很特别的这个上帝观。我自己本身不会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跟其他的宗教是等量齐观的，我甚至不会认为，如果最用最严谨的说法，我甚至不会认为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宗教，因为宗教在我的这个思想体系里面，宗教的本身是人本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它是神本的，意思是说它的来源是上帝的启示，我们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启示，领受了上帝的这个话语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们才会认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事情。因此主就是那灵，我们当然可以说基督就是圣灵，但是基督就是圣灵，你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位格，就好像你不可以把它耶稣那句话把它理解成一个位格，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提到，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耶稣基督，我耶稣基督与父圣父原为一， I and the Father， 你去查是 is one 还是 are one， 现在你看一下英文圣经，你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是三十节，是不是？你查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I and the Father 是 is one 还是 are one？ 啊啊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为什么是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啊，我耶稣基督跟圣父原为一，那个 are one， 那个 one。他的那个，他不是男，他不是阳性，他也不是阴性，他是中性 ，neuter， 希腊文是 neuter， 中性。中性是表示什么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这句话，他不是说我与圣父是一个位格，不是。neuter 的意思就是我与圣父是什么呢？同本质，就是神。我与圣父的工作是合一的。啊，圣父要成全的工作，就是圣子要成全的工作，啊，这是最关键的这个解释。我与父原为一，就是同本质，都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三个位格一体的上帝，所以同本质 ，neutral。I and the Father are one。同工作，工作是合一的，圣父的工作跟圣子的工作都是合一的，圣父差遣圣子来成全圣父救赎的计划，圣父的工作就是圣子的工作。所以你在这里提到主就是那灵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圣子跟圣灵是同本质的，圣子跟圣灵是在工作上是合一的，圣子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子是借着圣灵来成全圣子的工作，也就是成全圣父的工作，这个叫做主就是那灵。我再重复，主就是那灵，不是表明圣子跟圣灵是同一个位格，这个是违反整本圣经的正统的教义。
主就是那灵的意思，就是表明圣子和圣灵是同本质的。主就是那灵是表明圣子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是合一的，因为圣子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上帝的右边，然后他差遣圣灵浇灌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圣灵在地上成全的工作也就是圣子成全的工作，所以圣子的工作就跟圣灵的工作是合一，这个叫做主就是那灵。保罗特别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他提醒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主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基督，他是借着圣灵来行事，在哪里有主的灵的工作，哪里有自由。耶稣基督释放我们，使我们享受真自由，是怎么做成的呢？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重生的工作，他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以致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我们称圣父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称圣子为我们的救主，称圣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需要主的拯救，我们需要圣灵的释放，从罪、从死亡、从撒旦的权势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不是自由的，我们有的自由就是犯罪的自由。你知道马丁路德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马丁路德说什么呢？马丁路德说，他说他所有的书的当中有两本是最重要的，你可以把他所有的书都把它烧掉，唯独两本书你要留下来。这两本，第一本就是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就是论意志的捆绑，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第二本就是小要理问答， Small Catechism。马丁路德来到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烧掉我所有的书除了两本，那就是论意志的捆绑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另外一本就是小要理问答 Small Catechism。 意志的捆绑这本书，它主要是回应 Erasmus 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文学者的一个说法，因为他认为马丁路德说错了。马丁路德认为我们没有所谓自由的意志，我们只有自由的选择，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叫做 free will， 我们只有 free choice。 你说 free will 跟 free choice 不一样？不一样。马丁路德曾经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当我们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就是指亚当和夏娃的时代，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你看这个玻璃球在这个层面来去转，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还没有堕落犯罪，他们有自由啊，当然他们的自由是在上帝的真理的管辖之下的自由啊。但是他说堕了犯罪之后，这个玻璃球它转转转转转转到这个边缘的时候，它掉下来，它掉下来以后，它在另外一个平面去转，你看不一样了，这里转跟这里转一样不一样呢？马丁路德说不一样了，他们依然还是转，他们依然有 free choice， 他们有自由的选择，但是他永远不能回去这个层面来转，他回不去，他只能在这个地方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去还没有堕了犯罪以前的那个层面来去
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做选择，但是我们的选择永远都是在罪的捆绑当中做选择，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能够选择犯大罪犯小罪，我们永远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如果你用奥古斯丁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层面转的时候，就是不能不什么呢，不能不犯罪啊，不能不犯罪。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很常是离开上帝的标准来看事情的。我们做事的那个判断和决定，我们永远都是什么呢，都是离开上帝那个真正绝对的标准来去做事情，来去判断和决定的。因此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已经完全这个堕落啊。所以马丁路德在书里面他提到，我们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Adam's sinful lump， 我们好像是亚当的最快，这个很难去解释啊。Adam's sinful lump， 马丁路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已经完全堕落，我们在亚当的罪上有份，我们分享了亚当的罪，因为亚当是人类第一个总代表，他犯罪就代表全人类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以致整个人类就陷入这个罪的权势当中。那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虽然是亚当他多了犯罪他死了，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人类总代表，他犯罪代表全人类犯罪，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生命的源流当中，因此他犯罪他代表我们全人类犯罪。这个就好像今天你作为一个丈夫，你在家里面做错一个决定的话，不单只是你自己个人错误的一个决定，可以影响你整个家庭。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是很不负责任的，他是常常在外那边就是花天酒地，当有一天他得到这个艾滋病之后回家，他跟他的妻子同房，结果呢他的妻子也同样患上艾滋病，生出来的孩子也是患上艾滋病。你不能够说这个不公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性的里面有一个叫做代表性。你在家庭当中，你作为一家之主，作为丈夫是一家之主，你做的任何的决定错误的时候，不是纯粹只是你个人做错决定，是影响你整个家庭做错决定。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安瓦伊布拉欣他在政策当中他依然走这种民族和宗教的保守主义的路线，不单是他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不单是他的内阁需要承担责任，然后他这个所做的任何决定也会影响整个马来西亚的整个政治的氛围。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是越来越保守啊！如果我们没有起来说话，2027年，比方说2027年，所有小学，不管你是什么学校的源流，来教到这个马来文的时候，全部都是要统一，要跟这个马来学校他们教导马来文的整个那个纲要来统一。你今天了解，如果你是华小生，你在华文小学的当中教导马来文，老师会用华文来教导。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淡米尔小学里面读书，老师会用淡米尔文来教导马来文。但是一旦所有都是把它统一的话，老师不管你是在这个华小还是淡米尔小还是马来学校的这个小学里面，全部都要用马来文来去教导这个马来语，这变成很困难的事情。特别另外就是，如果这个教育部它其实已经暗暗的要实行，如果真的是落实的话，那就变成到底是不是全部的小学教马来文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子做呢？还是就是只是开一般去这样子教了？如果开一般这样子教的话，老师从哪里来呢？
谁要在这一班里面去教呢？为什么其他的学生可以用中文 教导来学习马来文，为什么偏偏这一班是要用马来文来去教导马来文呢？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国家这种保守主义，所以我们国家这个行政的这个它的这个叫什么呢 credibility， 它的诚信度在世界已经一落千丈，又在掉了。所以政府的政策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同样道理，你回去看亚当的时候，他的那个决定不是纯粹代表他一个人的决定，他一个人的决定就会影响以后从他生命源流出来的整个人类啊。就好像我们已经说了好多遍啊，我只记得李宗伟，还有谁呢啊，林丹啊，李宗伟跟林丹啊，如果是李宗伟他赢了，他不是他一个人赢，他是代表马来西亚赢啊。如果林丹赢了，他不是代表他自己赢而已，他是代表整个国家赢。如果李宗伟他输了，他不是纯粹他是一个人输，他也就代表马来西亚输掉。不管你没有上场来打羽毛球啊，结果你就参与其中，因为他有代表性。人不是纯粹一个孤独的这个孤岛，孤单的孤岛，人永远是有一个代表性。所以亚当他作为人类第一个总代表，他堕了犯罪之后，他影响之后整个人类生命当中也承担了这个叫做代表性的罪。所以很明显你看到婴儿会夭折，如果你说婴儿生下来是很单纯的，他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为什么会有婴儿夭折呢？为什么婴儿会死掉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这个问题。婴儿夭折就恰恰说明我们的确身为罪人。感谢上帝，上帝让我们看见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赐给我们生命的帮助，生命的更新，我们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这么的真实，感谢主。保罗继续说下去，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什么意思呢？保罗就说，我们现在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敞着脸，这敞着脸就是我们不需要好像当时摩西的脸一样需要蒙着，我们现在不需要蒙着来跟主。摩西当时他要用这个帕子蒙上他的脸，他除了在上帝面前这个帕子可以把他放下来跟上帝这个沟通，其他的时间这个帕子都要蒙在这个脸上。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不用再蒙着脸，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有帕子，我们可以跟主沟通，我们可以跟主亲近，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刚才我们读新译版的时候，那里提到我们可以对着镜子来看见主的荣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来去亲近主，我们一定是借着圣道，借着圣灵的帮助来亲近主。所以这个叫着我们是对着镜子来看见主的荣光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所提的啊。所以我们既然可以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新译本的翻译是可以对着镜子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是对着镜子来看见主的荣光，就是表示我们不是直接来看见主的荣耀，我们是借着圣道，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去看见主的荣耀，这是真实的。当一个人他越借着真理去亲近主的时候，他生命当中就继续不断的被更新，他继续不断的看见主的荣耀。
这是很真实的经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越来越借着真理，越来越借着上帝的道去敬拜主，去亲近主，去顺服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愈发感到上帝的荣耀，愈发看见主的荣耀，自己也常常可以反映出这个主的这个属性，反映主的属性。就比方说我们反映主的圣洁，我们反映主的公义，我们反映主的慈爱，反映主的怜悯，反映主的这个圣经的智慧。这个就是在这节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意思是说，一个信主的人，他愈发借着圣道，借着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改变。一个人他愈发来去借着圣道，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他生命不断的去翻转的时候，他的生命会继续的成长，他的生命会继续被更新，他的生命会继续的改变。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曾经提到，我们应当求主常常借着圣道，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这个工作，以致我们常常可以成长。我们生命有没有更新？今年人看到我们是很骄傲，明年人看到我们会不会感到我们更谦卑？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特别要提这个骄傲谦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越熟读圣经，我们越熟读归正神学，我们太容易骄傲。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一本书，就是《谁杀死加尔文主义》。在这本小书里面，John Piper 他特别提醒我们，他注意到很多喜欢归正神学的人，因为归正神学可以很严谨的来解释圣经和应用圣经。归正神学是一个很繁琐，但是它却是贯彻始终一致很严谨的神学。甚至你可以听到很多的神学家，他们会认定归正神学就是最严谨的神学，它可以贯彻始终来理解圣经，很多人太喜欢了。但是他注意到有一种人特别喜欢，就是那些很喜欢辩论的人。这些人是很不友善的，这些人是常常是比较从一个公义的角度来看人，来处理事情。所以他说这些人很喜欢，因为这些人是很喜欢争论的。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愈发来吸收了好的归正神学，来理解圣经，来应用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有没有更新呢？加尔文提醒我们，如果你读任何的教义，你好好的读神学之后，生命当中没有更敬畏上帝，他说是没有价值的，完全没有意义。今天我们可以在神学知识上长进，今天你可以在这个圣经的知识上长进，你可以对不同的专业的知识上大有长进。请问人看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会不会感到你有圣道和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所给你的更新呢？因为圣灵同时在其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印证这个人有圣道和圣灵的更新，这不是我们自己能说的算的。所以你今年比较骄傲，明年比较谦卑，那就表示圣道和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人家跟你配搭服侍，人家跟你一起生活，人家听你讲话，人家听你沟通，他感到你比去年更谦卑，他为你感谢上帝，是不是呢？啊，有些人他常常说话得罪人，啊，一说话就得罪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这个人的生命有圣道，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做更新，
他说话就造就人了，他说话有智慧了，他说话常常不要得罪主，不要亏欠人了，人家就感到他的说话这方面大有更新，他就为着他来感谢上帝。巴不得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今年也许我们还是在这个色情网站挣扎啊，特别是男生啊，女生也有啊。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不会我们可以被这个圣道和圣灵继续不断的更新，使到我们更有能力去得胜这些败坏情欲的试探呢？我们办不到的。我们在任何的试探的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除非是圣灵透过圣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更新。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我们常常没有智慧啊。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我们缺乏圣经真理的原则来处理，结果过一段时间我们处理任何的事情，人家会发现，哎，他现在处理事情显出又有爱心啊，他是凭爱心来行事，但是却没有违背真理的原则。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今天我们常只强调爱爱爱爱爱，但是却是违背真理的原则。怎么样把真理跟爱把它融合，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智慧来去处理。所以在凡事上，如果真理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他给我们这种的更新是很真实的，是能够活出来的，不是纯粹只是让人感到我们很有学问，我们很有学识，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是知识如果不是用爱约束去使用的话，我们就是骄傲自大。所以知识是叫人这个骄傲自大，这是保罗讲的话。所以盼望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不断有更新，不断可以见证这位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主，就好像上个星期在中国大陆受洗的那个弟兄一样，他说他生命当中已经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给他生命当中很大的这个更新。我一面看他的见证，我一面为他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听完这一篇的信息，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真理的喂养，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灵的光照，叫我们能从上帝的话当中看见教训，我们可以学习教训，我们也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教训，以致我们可以常常经历这个圣道和圣灵的更新。在我们母会35周年那个纪念的崇拜，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唐牧师说什么。唐牧师提到更新，他提到基督徒的生命要被更新，你知道更新一定是借着圣道和圣灵才可以给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更新。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一些人没有什么更新，因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还记不记得？那就是骄傲。骄傲的人不可能有更新，10年如一日，神学知识可以增加，圣经的知识可以增加，其他的知识可以增加，生命没有更新，因为骄傲。因为骄傲常常在抢夺上帝的荣耀。一个骄傲的人不是真心把荣耀归给上帝，口讲而已。所以他骄傲，他希望别人欣赏他，他希望别人肯定他，他希望别人接纳他，他希望成为教会的焦点。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我们不是真心要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能力，生命当中被圣道和圣灵更新，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看到不可能有更新。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是很肯定的。这个至高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常常求主怜悯我，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看，让我看到我的罪在哪里，你看到我隐藏的恶行在哪里，求你赦免我，求你拯救我，求你赐给我生命的更新，求你不断用真理来喂养我，来帮助我，来更新我，来拯救我，因为我需要你，你就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生命的主。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很真实的应许，感谢上帝，愿主赐福我们。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我们祷告，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借着圣道，主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更新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常常充满圣经真理做智慧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开声在主面前求他更新我们，一起开声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更新我们，我们求主用真道，用圣灵来更新我们，圣道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动善工，叫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继续在你的恩典和真知识上成长。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这是我们真心的渴慕，真心的盼望。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曾慧弟兄带领祷告，请曾慧弟兄带领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感恩，借着主你的圣道来让我们醒悟。主啊，我们晓得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许多的骄傲跟自义，主啊，这是不讨主你喜悦，这也妨碍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更新。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检查自己，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没有这一个福音的更新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没有改变？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倘若我们的心里面真是有如此的骄傲，求主你拆毁，借着圣灵和圣道更新改变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使到我们能够顺从你的旨意。主啊，让别人看见我们行在这世上的一切事情的时候，就看见主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再次的将我们众位的弟兄姐妹向你交托，让主你拆毁我们心中的骄傲之意，我们实在不愿意被这个骄傲所捆绑，因为这个骄傲乃是在本质上是抵挡你的，是抢夺主你的荣耀，是拆毁我们的生命。主啊，这个骄傲乃是跟主你的福音毫不相称，乃是抵挡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拆毁我们心中的骄傲之意，让我们的生命是切切实实是领受主福音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乃是在福音当中继续不断的更新，继续不断的回转归向你，使到我们越来越像主你的样式，我们能够见证主你的名。求主赐恩典给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再唱一遍，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做罪的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这些应当下地狱的人，你的爱是这么大，是超过我们言语所能描述的，这么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完全是你主权的施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没有你，
我们真的需要你。主啊，面对我们人生的黑暗面，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败坏，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骄傲的，我们承认我们是自义的。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拯救我们，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真的一无是处，需要主你开恩怜悯我们这个败坏的人，不断借着真道，借着圣灵的帮助更新我们，叫我们长存敬畏的心，常常能够去分辨何为上帝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赐给我们圣灵的大能来去遵守你圣洁的旨意，做智慧人，以圣洁以公义来见证你的名。到我们离开世间的那一刻，主啊，我们很盼望我们能够说，或生或死都叫基督你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求你垂听我们这个祷告，求你这个应允落实在我们身上，就是你安主权施恩的人的身上。愿主的心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我这个时候请你稍微安静，你低下头再做一个祷告，你再一次为自己祷告，你回想刚才所听的信息，你再一次好好祷告，你安静，你不要看其他人，你自己低下头，你为你自己祷告，你单单为你自己祷告，你再一次求主更新你。你祷告完你就站起来，祷告完就可以站起来。愿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愿意更新我们。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表明我们是真实、真心为着见证这个信仰。我们这样子宣告，啊，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之一，《使徒信经》。预备，一二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收的两次的奉献，红色的奉献袋是教会经常费的奉献，蓝色的奉献袋是为宣道的事工来做的这个奉献。我们
在当中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就不要奉献。你还不是基督徒，不要奉献。或者是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不要奉献。你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去奉献，也不对。我们应当以甘心乐意的心、感恩的心来奉献敬虔。我们唱诗157首，请大家翻到诗歌本的157首。我们一面唱诗，一面进行今天的奉献。你愿从你的罪担释放吗？157首。你愿从你的罪担释放吗？宝血有功效，大有功效。你愿得上一切的人心吗？耶稣的宝血有能力，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膏药是宝血，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圣洁膏药是宝血。你愿从骄傲私欲释放吗？宝血有功效，大有功效。你愿去掉情欲的污秽吗？耶稣的宝血有能力，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膏药是宝血，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圣洁羔羊之宝血。你愿侍奉圣洁的君王吗？宝血有功效，大有功效。你愿人人常得圣凯歌吗？耶稣的宝血有能力，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膏药之宝血，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圣洁膏药。姐妹弟姐，姐妹，在膏药之宝血，大有奇妙的功效，在圣洁膏药之弟兄第二节。你愿从骄傲私欲释放吗？宝血有功效，大有功效。你愿去掉情欲的污秽吗？耶稣的宝血有能力，一起唱。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膏药之宝血。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圣洁膏药。站起来唱。你愿侍奉圣洁的君王吗？宝血有功效，大有功效。你愿人人唱歌声开歌吗？耶稣的宝血有能力，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膏药之宝血。大有功效，奇妙的功效，在圣洁膏药是宝血。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
父啊，我们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本是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人，但是父啊，你却定义爱我们，你却定义拣选我们，你并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你使我们得救，你使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使我们心中的帕子得以被拿掉，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乃是那位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乃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你更是将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将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知道我们的金钱并不能换取我们的救恩，我们的金钱并不能换取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但是上帝你却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将金钱献上，让我们在你的这个恩典当中能够与你的工作有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主你使用我们所献上的金钱，求主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来继续扩展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翻开手上的秩序表，首先欢迎在我们当中第一次出席崇拜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新朋友，我们欢迎你们出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看报告事项，我们待会大概在11:30左右，或者11:20啊，11:20左右，我们可以参加不同的主日课程，所以请弟兄姊妹留步，踊跃参加这些课程，我们继续来去学习上帝的真理。我们看第五和第六项，我们是不厌其烦的继续的报告。我们星期三晚上8:30，我们有祷告会。星期六早上6:00，我们有晨祷会。我们常常感到我们自己祷告不足，我们常常感到我们在祷告的操练当中，我们依然有很大的这个亏欠。我们很期盼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祷告会，参加晨祷会，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为着上帝所托付我们的，我们交在上帝的手中，愿他的心意成全。所以再次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和晨祷会。我们看这个第11项，这个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崇拜，今年是在10月27主日早上的崇拜会，我们讲解上帝是我坚固保障马丁路德的信仰历程，我们看上帝在马丁路德身上的作为，我们要就是感谢上帝，我们当中可以学习怎么样的一些圣经的真理，我们期盼上帝与我们同在，为这个讲座来祷告。10月27早上在我们这里讲有这个宗教改革纪念主日的崇拜的讲座，那晚上在怡保，就是27晚上在怡保也是有同样的这个讲座，然后10月31在石兆园也有另外一场的讲座就是上帝是我坚固保障马丁路德的信仰历程那么在石兆园那一场是许如慧牧师分享，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无论是许牧师无论是我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我们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常常为我们祷告。另外在这个你看第13项是新一代的基督教信仰讲座，谈到教会蒙召的选民，这是实体的直播，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直播，请弟兄姊妹来这里参加。讲员就是唐崇牧师以及其他的同工，
热气是11月2号，时间是早上10点啊，所以欢迎弟兄姊妹出席，在11月2号星期六早上10点的这个直播的信仰讲座，教会蒙召的选民。那另外，我们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第二期建堂装修的工程，我们已经报告了，希望在这个11月底就可以完工。我们初步估计在12月中就可以正式来使用。啊，盼望弟兄姊妹在之前的任线的事情上，我们尽心竭力啊，存着敬畏主的心，我们把这个奉献，把它就是交出来啊，奉献给主，来完成这个工程。我们明年3月31号一直到4月2号，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们有大概有3天左右的时间，我们有另外一场的这个信仰研讨会，盼望弟兄姊妹把这段时间预留啊，很期盼弟兄姊妹踊跃的出席明年3月31号到4月2号的信仰研讨会。我们初步定了这个题目是圣洁的呼召，虽然这里还没有记录下来，就是圣洁的呼召啊，那么就是谈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这个层面怎么样用圣洁来为主做见证。还有就是请你看第16项的 B， 就是这个儿童的圣乐的培训，热气是明年的1月份开始，就是每个月有2个星期六下午2点半的时间来去培训儿童在这个声乐的这个事情上，比方说这个唱诗歌或者是一些乐理嘛，还有乐理。没有，有谁可以？正堂在不在？正堂在哪里？就是凤玲老师还有 Esther 两位，就是开放给教会的儿童要在声乐这块呢来去训练他们。我自己有一个期盼，我其实早年已经有这个期盼，就是很盼望教会的声乐施工能够发展，不单只是训练师班，盼望这个声乐施工是可以影响社会，包括进入小学。目前还是放在祷告里面，我不知道上帝要不要借着这个教会去成全一些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文化使命，也是一个福音预工。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在祷告里面来纪念这个事情。儿童的施工也好，声乐的施工也好，都是重要的啊，盼望我们也要看重啊。虽然声乐施工它不可以成为主导，不过声乐施工的确是重要的，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下来这个第17项，以保福音性的查经聚会，今天晚上是我带领。我希望弟兄姊妹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我跟徐牧师。徐牧师他身体也常常不好啊，好像现在也不大好啊，所以财多身体弱。这财不是钱财的财啊，是才干的才啊，财多身体弱。他说他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见狄勇一次，两次，我现在就提示啊，2个礼拜一次 ，OK， 有更新，感谢主，啊，所以在祷告里面纪念徐牧师啊，纪念他的这个教课，他的侍奉，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啊，因为有些时候他也要开车上怡保啊。现在他大概可以体会一下，以前我跟师母，就我们两个人开车上下啊，
感谢主，这是很好的一种的服事。盼望我们在怡保可以建立归正福音教会，我们已经向母会来申请，希望明年可以在怡保建立归正福音团契。石兆远这边呢，我们看第十八项，石兆远这边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阶段开始，所以14号就是星期一啊，10月14号，我们在石兆远，在目前我们的那个场所，我们有祷告会，期盼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安排上去祷告。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开始建立是从祷告会开始的。那个时候第一次祷告会谁在呢？你们所有人都不在。谁在呢？我记得当年就是2008年，我从古晋飞到吉隆坡，先参加了林慈欣牧师的那个信仰讲座。我还记得就是这个世俗心理学 vs 圣经啊，除了林慈欣牧师是讲员之外，还有张一平博士，两位他们在吉隆坡的福音堂有这个信仰讲座。参加这个信仰讲座完毕之后，我们就到苏邦，当年是在苏邦，就是我们租用了印尼堂的那个场所来聚会，很小那个地方，就大概能够容纳50人不到。我们就在那边祷告，谁呢？除了我之外，其他的都是古晋恩典浸信会的弟兄姊妹。虽然他们是在恩典浸信会聚会，但是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愿意看见在吉隆坡到最后能够落实归正福音教会。我们跪在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地方，我们就是祷告，为建立贵圣福音教会祷告。现在已经经过多少年了？16年左右了。感谢上帝，从开始你可以说是零，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少人聚会。不过感谢主，这完全是主的恩典，主工作的这个成就啊！所以感谢上帝。我是希望我们要很看重祷告啊。祷告是很重要的，不要口讲，我们真的来好好祷告，操练祷告，大家一起来祷告。请允许我多讲几句话。现在每个星期四早上 Montreal 那边是星期三晚上8点钟，我已经开始跟那边的弟兄姊妹来分享推动归正福音运动一些侍奉理念，这些都是唐牧师之前给我交代的圣经原则啊。很多时候有些人说我是很霸道啊，包括过去，但是他们没有醒悟一个事情，他们很年轻，很多一些侍奉原则，很多一些圣经原则他们是不清楚的。他们以为就是神学很好，圣经知识很熟练，就以为可以就做上帝的工，开始看清一些就是长辈。所以这里要劝诫年轻人，你要特别小心。所以很多事情你看事情的那个角度跟我看事情的角度，我怎么用生意原则你是不清楚的。举个例子，好像比方说一个大会或者是一个聚会，受奉献的通常都是你安排谁上来就收一个奉献。唐牧师不认为这样，他认为受奉献的人就是带领进行这个奉献的人，他要有一定的分量，一定属灵分量，你不可以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所以在这里带领的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慎重，很多东西我们重新来。 No one come to help， 唐牧师讲常讲你也听过 No one come to help， Everyone come to someone。Everyone come to serve. No one come to contribute. Everyone come to learn. 我们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为帮助者或者是贡献者，因为就变成是教会就成为你需要帮助的对象和贡献的对象。这么骄傲吗？
不是教会需要你的帮助，是你需要教会，你没有发现。所以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我们谦卑要好好学习真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我们要好好来懂得跟别人一起来配搭服侍，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侍奉的精神。 Montreal 那边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问题，搞到今天这种格局，现在要重新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很谨慎，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跟你讲，上帝是轻慢不得，不要轻慢上帝。我们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在上帝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好好学习真理，好好的服侍上帝，做一个谦卑的仆人。耶稣基督在整卷马可福音当中，他凸显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个是受苦的仆人，服侍的仆人。我们的主既然是这样，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他付上他生命做堕人的赎价。感谢上帝，这些话如果我们真正听进去，因为很少人听进去，一个聚会几百人，很可能只有那几个人真正听进去的。所以那些真正听进去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改变，一定更新。绝大部分人没有听进去，这边听那边就忘记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常常要这样存敬畏谦卑的心来去服侍主，服侍人。所以常常为这些工作来祷告。我再强调，盼望很多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现在还不够多，才那几十个人。我在呼吁我们要常常祷告。祷告是其中一个教导我们学习怎么样谦卑来去依靠主、仰望主的很重要的这个媒介。有人说很远，耶稣就来了也很远，耶稣从永恒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怜悯，要付代价。这种奋斗的精神如果你没有的话，唐牧师常跟我讲，如果你没有奋斗精神，你就不是我的学生。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奋斗精神，就不要叫归正福音教会。求主赐福我们，提醒我们要有那种 fighting spirit， 为福音来奋斗，为信仰来奋斗。希望大家有上帝的恩典，真的把它听进去，记住，然后实践。我们站起来，今天我请徐牧师做祝福，请徐牧师上台做祝福，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唱阿门颂。会众请坐，默祷，然后可以平安散会。上帝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